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不要在人面前行仁义，故意叫人看见，若是这样，你们在天父面前就没有赏报了。所以你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大吹大擂，如同伪君子在会堂和街上所做的一样，以博取人们的称赞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报。你施舍时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使你的施舍隐而不露。这样你父在暗中看见，必要报答你。你祈祷时，不要如同伪君子一样，爱在会堂和十字街头站着祈祷，为了引人注意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到了赏报。你们祈祷的时候，要进入内室，关上门，向在暗中的父祈祷。你父在暗中看见，必要报答你。你们进食的时候，不要像伪君子那样，面带愁容，他们哭丧着脸，叫人看出他们在进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到了赏报。可是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，不要叫人看出你在进食，你的父在暗中看见，必要报答你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进入四旬期，我想从三点我们可以默想。第一点，四旬期到复活节，这是40天的时间，要我们悔改。跟耶稣一起死，一起复活。我就想在我们应该的改变，到底改变什么？什么是最主要的要改变的？成圣，活出天主的旨意。就像我们这一段时间学习圣路易、圣泽利，刚开始圣女小德兰，他们都是圣人，他们怀着爱做好每一件事，这个是圣德。每天的日常生活，怀着爱天主、爱别人的心去做每一件事。成圣不是做轰轰烈烈的，也不只是守好自己的规矩，而是怀着爱做好该做的每一件事。我想四旬期，特别在今年，我们要意识到成圣的重要。在一切之前，先渴望成圣，其他的随后都会来了。所以我想说的第一点，你有意思成圣吗？你渴望成圣吗？你相信可以成圣吗？如果我们不想成圣，别的改不改意思就不大了，没有什么可改变的，改一个小毛病，今天改明天又来了，到最后我们什么也改不了。所以最根本的一点就是，你要不要渴望成圣？你是不是相信可以成圣？这是四旬期努力的第一个目标，要做的第一件事。第二点，今天福音的重点都是在讲，不要在人面前行仁爱、守斋、祈祷，为了让人看。我们很多的时候做事儿是为了让人看，一天当中多少次都是这样，说话是为了让别人听，看别人的感觉，做事儿是为了让别人称赞。其实将来赏报我们的不是别人，是天主自己。
如果我们为了得到他们的赏报，也没有多大意思。耶稣说，因为将来是为了得到天主的赏报，我们常常忘了天主。做一切我们想着天主，最后是为了他，不求人的赏报。最后第三点我们要反省的，今天或者在四旬期的第一天花点时间，耶稣讲我们要进天国要成圣，透过这几个方法：祈祷、爱德和克制自己。那么在这40天，我每天怎么做祈祷？我每天要不要行一点爱德？怎么行？向谁行？在哪方面？是拿出自己的钱，还是拿自己的时间、自己的精力？怎么样去帮助别人？还有在刻苦守斋方面，我打算怎么做？就是今天守斋，圣周五守斋，别的时候我能做点什么？在哪方面我可以管制自己，为了爱耶稣，对自己进行一点克制约束，花一点时间做一个计划。好吧，这是四旬期我们第一天要开始的，随后这40天我们就按照这样这个种精神去做。求耶稣帮助我们，阿们。